9月19号是周深的生日，周深将在这一天的19:29在微博进行生日直播，这是周深已经坚持多年的习惯。顶级实力唱将为大家唱歌4个多小时，相当于2场演唱会，每年仅一次的大型免费线上演唱会福利，大家可不要错过哦。昨晚19:29，周深工作室官宣，周深将在9月29号19:29微博生日直播，邀请大家一起聊天互动，听周深唱歌给你听，让快乐和祝福蔓延。9月29号生日直播几乎是周深和生米约定俗成的庆祝活动。在直播中，周深是卡布，更是那个活泼甚至有些疯癫的周深。唱歌是其次，聊天和疯疯癫癫才是关键。如果你是今天的生日的话，那就祝你生日快乐；如果是明天的生日的话，也祝你生日快乐；如果是前天的生日的话，也祝你生日快乐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乐。就没有啊？亲情点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只是顺着开玩笑啦。那是叫去哪？不太会唱哈我有一个金钟罩，一个铁布衫，你要不要？我有一个金钟罩，一个铁布衫。我居然就这样混掉了一首歌啊！下照片。为什么我手在抖？真的太高了，坐得我不舒服。下不去，就这样。我的本子都不在了，以前的那些。他这个词儿又不在了，我好难啊。不，就不。跟原唱一起唱吧。拜托拜托，行不行啊？我不管嘛，好不好嘛？我爱你呀、对不起啊，天赋就是这样的。藏不住。惠英红更是在9月29号0点卡点给周深送上祝福，她晒出了一张两人的合照，并为此配文：“祝我们善良可爱的深深宝贝生日快乐！真的希望偶像有机会能教我唱唱歌。”她还特意配上了多个可爱的表情包，特别的用心了。而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，惠英红就晒出了两人的合照，就已经表明周深是她的偶像，还强烈的要求要让对方教自己唱歌了。看样子早已经被周深的歌声吸引了，瞬间化身成为了小迷妹。今天是周深的生日，也是中秋节，祝周深生日快乐的同时，也祝大家中秋快乐。大家记得准时进入直播间哦。9月28号晚，河南卫视播出的中秋晚会上，周深携代表作《大鱼》压轴登场。河南卫视将《大鱼》带回土楼，不得不说，河南卫视制作太有创意了。《大鱼》从土楼飞出，又飞回土楼，寓意倒流回最初的相遇。这一版《大鱼》眼见得更加自信与辽阔。此外，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官微同时发文称周深演唱《大鱼》好听，动人的歌声引发共鸣，并说家就是我们温暖的港湾，等待着离家的游子成为大鱼早日归来。同时发文的还有河南卫视、福建日报、福建土楼、永定景区等多家主流媒体。
而周深本人也发文说，一直想看看土楼，总觉得要来土楼唱一次，并说我们都很像注定要飞远去的大鱼，都属于天际，但是也要记得回望你的土楼，因为那里有最初的你。如果说周深的代表作《大鱼》肯定是其一，也正如这条大鱼一样，周深听过风起雨落，看过海天一色早已飞出天际，如今又倒流回最初的相遇。周深这次演唱的《大鱼》美若天籁，轻轻柔柔，优雅清透，有一种沉浸式的享受。你听了吗？